我们的开始起点是创新，提高知识价值，向人们不断挑战的创新中心 Creative CBNU， 这里是实现梦想的创新共同体国立中北大学。在传统和未来的和谐中培养人才的国立中北大学，国立中北大学以真理、正义、开创的精神为基础，反复地带来了变化革新，并且在今天满怀着全国第一的荣誉，正向世界之最的目标前进。열정을포기하지말아라희망은네가오기를기다리고있다그렇게말해준학교충북대학교충북대학교가있어서저는꿈을이룰수있었습니다我们都知道，大学成长的开始在于打破固定观念，不断创新，开放思想。国立中北大学根据时代和社会的需求，努力培养综合性创新人才，用网络共享在教授和学生、学校和地区社会中的各种问题，与政府、企业的研究群体紧密沟通，打造着更好的未来。超越大学，以创新共同体，国立中北大学打造新的教育价值。긍정적마인드와창의적인자세제가리더들을이끄는리더가될수있었던이유바로충북대학교입니다国立中北大学的竞争力在于可能性，在这里，学生可以享受多样的奖学金制度，尽情地打开梦想，接受未来就业教育，为未来做准备，并成长为时代需要的主力人才。당당한사회의주역으로서우뚝설수있었던가장큰버팀목은충북대학교배움의가치는물론인성까지충북대학교는내최고의스펙입니다以开心校园的融合特性化为起点，直到武昌校园的企业特性化，武松校园的生命特性化，还有世宗校园的公共特性化，国立中北大学不断促进校园的广域化，超越大学的概念，扩大国家发展的可能性。通过与世界的多数大学进行交流，进行海外研修和实习，不仅得到学分认定，而且能够通过早期留学生在海外研修等事情，提高世界化观念的多样机会。저에게는뭐자신감도많이가질수있었고마음껏미래를꿈꾸고도전하고미래의가능성을열어줬던그런기회의장이아니었나그런생각을합니다稳定的知性，温暖的人性，国立中北大学的未来永远都是以人为本的设计，用文化和分享和地区大众进行沟通，实现大学和地区共同发展的可能性。国立中北大学的无限可能性，
如此多的可能性使中北大学更加巩固，而且其力量得到了认证，选定为国家政府六大支援工作机关。国立中北大学正为了成长为教育中心、国家中心的方向发展。새로움은모든것이시작이됩니다그래서창의는경쟁력이고미래입니다우리충북대학교는대한민국중심창의공동체로서인재와지역및나아가국가의꿈을이루는행복한대학참좋은자랑스러운대학으로성장해나갈것입니다向以往做出的努力，即使是在未来的100年，国立中北大学作为开创者，提示教育发展的新方向。国立中北大学超越大学的概念，以创新的共同体，怀着更高的梦想，再次挑战。